你敢喊，你敢喊，你要这样环着我，才像那种看着你跑，对，这样环着，对。Jack， 我是 Jack，我是 Rose。Rose。Jack。不是，你叫不入，我叫不入，你叫 Green， 我叫 Green。Green。Green。那你是什么来着？我叫。之前给你取什么名字来着？又取了叫做 Pig。Pig。Pig。Green， 我们 Dog 吗？你要 Dog。啊 ，Dog。Green， you jump， 你要说 I jump， 你要说 I jump， 啥意思？听我的就行。I jump， you jump， 我可以说中文。你跳，不跳。我说你要说我就跳，我就跳。你跳，我就跳。不对，是你。好尬呀，算了。是你说你跳我就跳，你说你跳，你跳，那我就跳。不是，是你跳我就跳。啊，那就是你跳吧。不是，是你跳吧？是你跳了，我才会跳。我要跟你一起跳，当时。我跳了。你跳我就跳。别说了，尴尬。每位游客都可以凭手中船票找到我们游船专业摄影师，免费拍摄两个以都江为背景的彩色小照片。小照片拍摄好之后，可以凭着等于美金为的钥匙挂件赠送给大家。这个活动包括拍照、小照片以及钥匙挂件都是免费赠送的。现在活动已经开始了。看看，我欣赏美景，欣赏一下美景。他今天我老婆今天可大，你看你不把话说明白，人家以为谁什么可大？啥可大？妹儿可大。里面是什么？钥匙是？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好吧，你耳朵怎么了，宝宝？打我干嘛？你还叫什么？我现在就是爱叫别人宝宝啊！不然你好无语，真生气了。你今天不也是？我也故意的。你要我说吗？你看还打我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因为你今天你也这样故意对我。我也故意这样对你。也在街上一直在那夸别人。我没有夸别人，我就是故意挖了一下。对啊，你也故意。我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样。你也故意哦。对啊，我也是啊。你知道什么感受了吧？第十六届嘉年华开幕式上，广州塔，但是你还气我。我那怎么气的？是你先气我的，是你先气我的。我们今天不是已经互相辱骂对方一天了吗？一直在拌嘴。对啊，都不知道在拌什么嘴。对啊，你觉得对吗？你觉得对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那能不能不这样了？我已经说了不这样，那你还是这样对我？我怎么都没你上脸？我哪有？广州塔。今年一月九日，干嘛？广州塔工程技术项目获得了你刚让我亲你，你不说这样对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亲我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亲见你不行吗？国家科学技术进步。现在直播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作为羊城新发景之一的广州塔。肩负着传承广州20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，传扬广州大都市风尘轨迹的历史使命。要不是你对我一般，我也不会这样。你又开始，一开始倒打一耙。我倒打一耙，你是猪八戒吗？这回倒打一耙，你们今天就对我一般。您这是九齿钉耙，是不是？广州最受游客瞩目的旅游景区之一。好，你这样就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别叫别人宝宝了，那我也不动你。各位乘客，珠江北岸那里就是2010年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你今天在电视里惹我生气了，我是怀疑你而已。好，我先走，我先扯皮吧，我先不要弄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你还沉浸在刚刚那一趴里，没有啊？那我叫宝宝这个事情，你刚没有啊？没有提一遍呢？是你一直就是那种没怎么理我，没有脸不给我理，没有不怎么理你啊？就是不怎么理。你看现在又这样说不对。那你再也不对，那你搂着我。你看，我想亲你，说这样对吗？总造价约25亿元。你不觉得吗？亚运会以后，它是广州市举行各种大型庆典活动的主要场所，将成为广州最大的市集广场，是广州的。你什么时候在乎这些了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这些了？2004年12月12日，广东省博物馆新馆。在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珠江新城中心区南部的文化艺术广场。绿绿，昨天我妈就是问绿嘛，说她过年去不去我们家，然后我妈就说我们家过年很好玩，很热闹，然后绿就说到时候她来拜年，也不知道呢。然后当时我就立马接了一句，我说，
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来拜年呢？然后就在笑就没回复了。大家广东新彩音乐厅，陈律你觉得咋样？以音乐家冼星海命名。音乐厅的旁边设有录音音乐文化馆。OK 啊，你觉得他人好吗？演奏舞台、音乐喷泉、真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大型塑像。你有跟他聊过天吗？做国际级的音乐家表演，比较少。你跟他说过话吗？是繁忙的都市人。他说你现在夸得好看。他说你上次见他，你说他比那个视频好看，你觉得他挺帅，你觉得他挺美的，真的，这么挺会说话，仙气飘飘。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他好看还是不好看？各有千秋。那你觉得谁的？我操，这什么灵魂拷问啊？就是。一定要选一呢？对啊，毕竟我们两个生一起长大这么久，感觉一个像男的，一个像女的。我天啊，你别这样说的，他会生气的。会吗？他会生气的。啊，看到这美景，就挺多情侣，有挺多情侣，有挺多。